55岁张曼玉近日出席活动，没想到曾经貌美如花、双球有肉的她，如今竟老成这样，脸部满脸皱纹，双球全都杠掉，化妆都难掩老气。张曼玉曾是香港娱乐圈这名花旦，但近来她已不在娱乐圈活跃，也很少在大家的视线中出现。张曼玉在前几个月时就与谢霆锋一起出现在菜市里，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如今的张曼玉居然老成这样了。张曼玉近日出席万宝龙摩纳哥王妃发布会，虽然打扮了起来，但昔日女神脸上的光泽都没有了，反而留下的却是皱纹。虽然穿上深 V 领很性感，但双颗球都没肉了。网友：岁月真是不饶人啊，看来女神她真的老了。张曼玉 Maggie Cheung Nan 1964年9月20日1983年获得香港小姐亚军以及最上镜小姐荣誉，香港着名女演员，共获得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4届台湾金马奖影后，是迄今唯一一位同时获得柏林电影节和坎城电影节和亚太电影节影后的华人演员。共参与演出了80多部电影，代表作有《旺角卡门》1988年，《不脱袜的人》1989年，《滚滚红尘》1990年，《双城故事》1991年，《阮玲玉》1992年，《新龙门客栈》1992年，《青蛇》1993年，《东邪西毒》1994年，《甜蜜蜜》1996年，《花样年华》2000年，错过又如何？2004年等。